大家好，疑问句中到底用 be 动词还是用助动词？那我们来看一下 be from 和 come from， 它们两个都是表示来自于哪里哪里。 be 就是 be 动词 ，am is are， come 是真正意义的动词来，那么 from 都是介词。那么在疑问句中，我们到底怎么选？用 be from 还是用 come from？ 我们来记一个口诀：有动员用助动，无动员用 be 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有动词原形，我们就借助于助动词；无动词原形，我们就用 be 动词。我们来看一下例句。第一个是特殊疑问句，在特殊疑问句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Where she from？ 我们找有没有动词原形 ，from 是一个介词，那么这里没有动词原形，没有动词原形，我们就用 be 动，我们就要用 be from。那么 she 第三人称，这时候我们就要用 is。Where is she from？第二个 ，Where you come from？ 我们找到 come 是一个动词原形，有动员我们就借助于助动词。助动词我们看人称 ，you 是第二人称，因此我们这里用 do。Where do you come from？ 下面我们看一般疑问句 ，You from China？ 你来自于中国吗？哎，那没有动词原形，我们就用 be from。那么 you 是第二人称，这里 be 动词就是 are。第二个 ，She come from America， 她来自于美国吗？哎，这里有动词原形，有动词原形，我们就借助于助动词，等于就用 come from。那么这时候人称是第三人称，我们借到的助动词是 does。Does she come from America？ 她来自于美国吗？你学会了吗 ？Be from 和 come from 有动词原形，我们用助动；无动词原形，我们用 be 动。